快乐对你来说是什么呢？是物质的满足，还是心灵上的喜悦？在我的家族里，快乐就是马勒法。行李扛在我肩膀上，等车来要回家，恰恰恰要到外婆那儿。歌声亮亮漂亮的她一直唱，盼望着不坐下，小黑要一把。村长在广播里说话，老朋友老树下弹吉他，就快要到家。会问吃饱了吗，电锅里有蒸好的瓦萨白色比浪花，摇摆在金色夕阳下，舞动着每个沙沙沙沙。在我的老家，每个人都是哲学家，要快乐要悲伤想家，心情就融化。Yeah.